有人在那骂我，在讲嘞，啊，别，我个小华你拢无记得嘞。哎，我你用好啊，我你用。我阿勇，你起来，我就倒下啦。哎呀，你倒下少啊。咩啦，我来用，你买东西啦。你叫我做啥了？无啦，我人几多百公斤，你。未来。你边有水就等于洗洗啦。我变黄啦。我还是我在铁路扛过来，我得你过来，我请。过来聊，过来聊。过来约一下啦。鸡啊，啊不要了，你这个鲍鱼啊，鲍鱼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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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鱼啊，这上面啊，三包就好了。这铁饼两张吃，这一包几啊？我这鲍鱼两包、五包、三包啊、四包、五包啊、三包要来无？上面啊。三百三十。你要上我边，我来介绍。我帮你介绍，你不用过来。三百。三包了。三百。来，姐，介绍我来介绍。来，你有刚刚来，让给你听我讲。你刚刚来的客人，你听我讲哈，这块都卖七盘啊哈。今仔是大家只要无这种物件，绝对无人出咧。这是韭菜鲜虾水饺，每一只水饺内底拢一只虾啊，若无配钱，哦配钱二十粒装咧。这包叫丝木鱼香肠，用三百二八加猪肉腌肠，这包够你。啊，这包是狮子头白带肉这种色啊，你听混好啊，这一只三百几块的。来，这只叫墨西哥烤饭，这当然电锅烤，这嘛是选手，这普通的，这是只二九九。来。啊！这葱花饼，这手工，这等于真正的真龙打气势做早餐哦。这八个手工的，啊，这个三百二点多，这拢无饲的，这等于我里边做拢好食，这全部一千块了。啊，你搞要一千块吼？这大腿的鸡肉薄饼，这内底有十块，一块五十，这十块卖五百，这大包哟，这包搁送你。这只是鲑鱼，这规尾的鲑鱼，这等于也破这饼来蒸来烘，这卖六百搁送你。手工的迄个安平虾卷，手工的网蟹。啊、哦，安平虾讲这包鱼啊，五万个送你。这包叫苏炸杏鲍菇，真鲜季节做点心，这包鱼啊，五送你。等下，这包上贵。这包呢，我卖了上好一包鱼翅鲍鱼薄料肠，十人份的，一只八九百块。一只吃了，你学了家己搭皮，一千多。老二姐，来一千块，够人要吃无？一千。老二姐，明白这些啊？我讲起来呢，真正是人啊少嘞，啊无这种物件哦，抢了了，无爱好笑的。因为今麦过年啊，啥物嘛贵。最后搁一个青草要啊，搁一个青草要吃啊。看看，买到赚到啊，今天哦。两个一包，搁一包。啊，边上你冲那个白鱼那边。走。这个一包啊。哦。冲那个白的几分哦？阿总。啊。你冲。来啊！你先把两包都自己装。那你了钱？那之前是了钱啊，今仔天不了钱，咩个？来，来这边开钱啊！掠长波底啊，卖当重了，有诶赚，有诶了，掠长波底啊，重了我就变来。嗯，掠长波底啊，这上面。来，先搁一包来哦。几包？鲍鱼。来啊！上面汤的五百。来我。对啊，这一盘咧五百块啊。来来，超。一包了，变变成了好多啊。五百，你来这么快啊？看着等住，等着，还有剩吗？等下买咩五百啊？等下买咩？都来啊！五百，你又咩？家己客，我来夹啊。起来了啊，同款啊。来五百，你客包伊就百过来，好食啦。我会来这边嘛？五百，最后是讲五百，你来无？你啥物食鲍鱼？我不过来边啊，边啊！是在，这大只，这十人份嘞。我不爱搁讲啊，讲我做新的啊，讲一届就好啊。我鸡啊，就大只就对，我无你袂细只，就安尼就好。你要食鸡啊，十人份嘞，一只，卖讲一千八百，先给钱三啊块咯。鲍鱼我不过三百五。来，我来教一招，鸡鲍鱼啊，我来讲。鲍鱼三百。等下你听我讲。你若只只鲍鱼，你注意听啊。你买一只。把这包搁加嘞，我还讲我无你试看嘛，真正你想袂到，我嘛想袂到。你只食安尼一只只，食到三分之，你这包搁倒落搁掀一盖，我保证口味拢无同。阿姐，阿姐啊，这条我搁送你，三五搁要食嘛，三百五。哦，搁加大只，鲍鱼啷咩啊？那好，其他一个你啊，当然卖搁摆啊，牛肉落去去。来鲍鱼啥物事？钓起来好，钓起来。来鲍鱼要吃三百了好啊。有头前。来鲍鱼啥物事？三百块。这是了鱼啊，五两就五百啦，三两七两五啦，唔免七两五啦。
三包我了，包鱼啊。啊喏，可以弄个炒花的，可以弄咩个来啊？我再个送你三包，来先别接，再个我你啊。来三包，上面就三包。大嘞啦，搁少钱，只两个我你啊，三包。鲍鱼搁后面来无？三百。这这边来当家，这免煮哦。搁后面买几啊个的无？两百有，后面来无？几啊个？有啊。哎，小杰。哎，是今仔变天嘞，啊无我即几工是逐工恁遐拢变变过，真正。今仔变天嘞，今仔变天嘞，变天咱来搞错，变天当王卡不爱错嘞。什么物件？你甲我讲好啊。口感啥拢无同，你包是绝对好食些，成分嘛比你包纯。来，这两尾乌龟，上尾只一百六啊，大尾一百块，有两尾只乌龟鱼哦，一百块。老张，买两尾。买两份啊！买两份，我就看两份，你讲买两份，你乱笑吼！啊，老外乱咯！阿哥，咩啊？阿叔，你等下用你资金卡，等先帮我摸去包围我，我们无法工作呢，好不好？我来说对了，你帮我摸去后道遐。啊，你遐从几只啊？知影？金龙三四五五只，好，遐后道。我靠！我怎么不能找？有啊，真挂一堆啊！我都不能找，我刚才找的我妈的。搞笑！无，阮拜一甲拜五套餐搞涨到五折，拜了你拜过年了是？办公室还无人。我系啊，爱买两包。对，拜一甲拜五套餐搞涨到一波五折。到底要几时要吃啊？几时要吃啊？先来。以前也套过，全部套过。你以前了，像我保证过年前，你看我这卖到下下桥，顶面也卖到下下桥啊。这也无套过，完通。啊，我掠到啊，我知影。这个要来无？有哥的个要来无？腰收大，这个撸大只。应该你赚着。一百个要来无？有没一包？你卖无？对，阿乐。大呀。大不？几个啊？腰收今仔日粗啊。一百个，这公斤的这套餐真正好啊！我无爱好笑。这上面啊，这嘛要一百，这嘛要一百，这真贵啊！老这平哦。再个我到花钱，有钱一百块，一百六，大佬这个一百，真的可以。我太平，你看真平啊平。七楼经济，最后这两只一百上面啊，伊哩说啊，伊哩说甲情侣相当没有利啊，上面也一百。一平。好，你看他在新疆。你敢喜欢这个咯？这里现在在车上，你钱在那里，你坐过来走啊。来，这收账。你自动要买个臭臭啊，阿叔。哦，来呀。好，感谢大，感谢大。啊，太钱耶。来，于是你也可以，我人给介绍。钱咯。到顶下先吃咯，等下卖下去。我讲真心的哦，我袂让我的人家吃饱的啦，对啊，你放心啦。我手切切了，我今仔去做。来，你帮我看。阿叔，手做做无？切切嘞。哇，恁介绍还无买我紧啦。其实我是先亮相提早，恁知影嘞。你我知影是过年前的好啦，我知影今麦唔是时阵啦，阿叔我。来，来要看会当看。这十类的人讲中牌子有十类。边啊，迄个是老母鸡汤。我知影，我有全部人看。边啊，迄个是老母鸡汤，这个是排斥十类的。你去外口买拢无紧啊，你莫去买沙的鱼翅，沙粉粉的细地的有无？啊，甲你夹做一下沙粉粉，迄莫买。哦，你买这几类的，你会当去问，迄价钱差有够济。这个是老母鸡汤，啊，这边煮，这两个做一个香滚，啊，加两下物件，伊的口感嘛好，加鸡肉丝，加一寡豆芽菜。你若饭店拢是安尼煮的，鸡肉丝甲用一寡迄个豆芽菜，有当时啊，搁会下盐水，你也袂爱食盐水，卖下。啊，这只啊买啊1000块咯，有人要食哦，最好一号咯。啊来哦，来收起。你若要食，我讲啊，是过年较晚来买拢无要紧啦。因为我顶年也足济头尾来，我准备送我员工，要送我厂商足济啦。顶年卖到无够的，啊，今年我毋知提早扫一铺。大哥，你要食啥？那我们休困啊。哎，边啊也冇咩来，啊边。那你啊，你啊，甲放起，我挂人家看，甲放我水哦。啊，地我刚要留。甲放我水哦，因为我挂人家看，像你后面，啊你这个刷落去哦，鸡啊，对了，鸡啊，对了。哇，这真啊好吃，卖个老，就是那包嘞，等于我先食只，啊个尾啊啥物嘢咯？
两碗差不多啊。哦，乌猪肉，讲完大个要啊。来，讲完要食两包咯，乌猪肉嘛，一包够。有人要食讲完来无？讲完够，有人要来无？黑猪肉讲完超甜。可以买。来，超甜啊！两包咯，后边要两包。来，搁猪肉一份咯啊！讲完够啦。讲完够，有人要来无？听我，皮皮包来咯，用手皮皮包来咯。讲完了够啊！来，搁后边来无？一百块咯，要不一百？你甲剩余咯。然后来电话，你先去养骨头。一百个咩啊？你也正经。一百个咩啊？冇无啊？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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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百咩啊？几块钱哦？一百楼啊！一百块。好多龙诶！一百楼。来龙尾。一百个咩啊？龙尾。一百个咩啊？几啊只？我领到十只啦，真衰啊！一百楼。一百个咩事啊？落雨威啊！多贵啊！一百个咩事啊？落一百。拢有啊吗？第一台咩车？全部拢我哩一百，平平个头头只，全部拢了了，一百块买许份啦。昨天边有多一个？啊，你讲买一百嘞，只拢我哩啊。唔怪我啊。好啦，哎呀，一千块钱啊。多少啊？五九钱，五九钱，对。好啦。今仔日我哩啊，今仔日只。你做正事先，来个你阿弟，阿弟，哎，啊阿姊啊，我系 KTV 啊，你是咧台中个咧？什麼那個那個你別說我跟你說你那個你別說我說那個什麼那個那個叫什麼你別說喔我跟你說喔我知道你別說喔那個台中山啦啊你別說你武峰武峰台中武峰我想起來我跟我媽媽開槓啊這次你都會來這邊喔因為台中武峰啦來要幹什麼什麼各位什麼